你好，我是杰克，来自美国。这是我爱人宁宁。他比我还传统的那种，基本上就是学习对，还在练学习，功，还在学学习习。练功，传统音乐呀，道教文化呀，传统文化呀，然后武术，不哦，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泡吧，不喝咖对，啡，没有。不玩游戏。